段长小熊称呼小乖。民国83年，穿小乖锦，小乖锦出生2月，却在台中市和平区和平山区和在台中市和平山山和平区山区遭违法猎捕，后脚掌为兽夹夹断，因人类的私心受到无法伤害。事后猎人被送法办，小乖则因无法适应野外生活，由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永久劝养。有没有看到？这是虫子也都掉了。去喂天鹅。3、2、1，给我呀！抓不到，三种没办法。变换角度没法，好，快点找一找，来，喂天鹅了，喂天鹅了，走 ，go go go。蒋公，蒋中正，他以前来这边住过。右边是他以前住的地方。右边。嗯，右边那个房子，天鹅池旁边的房子，就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来喂天鹅了。非常快，给你。过来，过来了。想吃。这只过来了。来，再一点点给我去骗另外两只。它是在我的嘞。要到它看得到的地方，走。有，这边这两只也过来了。
靠近石头。那只要骗吗？那只不管它了哈，两只过来就可以了。好好丢，丢在他们两个中间。给你吃，耶！我这是，小心！这只是妈妈，这只是小孩。来，小孩来。小孩，小孩他噎住。小孩，今天天气不错，气象报告说下午78%几率会下雨，结果天气比昨天好太多了。喜欢还要记得订阅我，还有按下小铃铛，那我下次见，拜拜！还要记得订阅我。下雨了，跟你说要带雨伞，你自己就不带。刚刚好，对不对？啊？妈咪买了一杯鲜草。是啊。两个蛋，两个不蛋。